小时候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前爸长得很像我外公。哦、oh, ，对，所以会有这温暖的感觉，很亲切。那太好了，前爸愿意来。我懂，看到前爸就是有一种很想哭的感觉。因为他刚刚出来，我也蛮想哭的。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就很催泪的长相。你那几位，我们真的没办法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先准备好。先不要坐那么直啦，因为我们可能真的，我不晓得。因为你要见的人不好找，真的。我后来还有说潘玮柏跟林俊杰也可以。潘玮柏跟林俊杰也不好找啊，至少在台湾呢。哦，你知道他们的行程？至少应该是常年居住在台湾。可是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没有在宣传唱片就不太会上节目。对，所以后来还有说陈绮贞，因为他陈绮贞更难，从来没有来过。他不到，本人没有为自己来过康熙。所以陈奕迅有来过康熙，有，我有看过。陈奕迅来过，五月天来过几次，陈晓东也来过，那都还蛮有可能的。我觉得最难的是陈绮贞，他讲的林俊杰、潘玮柏都来过啊，陈绮贞是真的没有来过，所以你反而……那下次我可以来吗？如果他来的话，他也不会为你来啊，他就自己来。那我可以为他来吗？就你要站在外面的话，他才好。爱神，爱神，我们看一下凯蒂这边的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凯蒂哈，直接拉了吗？如果有脚，我会哭哎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扇门后面到底啊，哎呀，只有一封信吗？很好，好，不要失望，不要失望。上面写不知道是谁写的。涂凯蒂，嗯，涂凯蒂，来，我们。一封不该。来的信，好，汉典唱得好。谁说我？要看吗？嗯，谁写的？是陈晓东吗 ？You are too stupid。而且我不会看朝鲜，我看不懂。我蛮想念出来的，我看不懂朝鲜。凯蒂您好，很抱歉，今天为工作的关系，实在没有办法亲自来到现场。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跟鼓励，希望今天你们会很顺利。陈晓东。哇，那是本人，觉得那是经纪人的笔记。对，只有签名是陈晓东的。签名也不一定是陈晓东的。幸福啊！谢谢康熙。签名可以留着吗？就把这一个角落剪下来。你现在是不是很瞧不起我们节目？没有，因为至少有签名，因为我小时候连签名都没有。那个签名是 B 兔签的。对。陈晓东的签名至少要相似度80。哦，好啦。OK， 好开心呐。好，那我们只剩下 Leo 的状况要处理了。哦，来了。求喽，求大了。真的求大了。哦。来，起来吧，到膝盖。到膝盖喽，一次挑战到膝盖了吧？是他吧？感觉是前女友哎。感觉是文青的脚，到底是谁的脚？好像是，因为我看到你在颤抖哎，我是听不太到你在讲什么。其实我也觉得蛮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状况呢。所以应该要叫他们握手吗？还是要拥抱？先握手，然后再拥抱，就是握手，然后你道歉，握手，然后看他的感觉。如果他根本就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我们也不能勉强。女方不想要他拥抱，对啊，说不定对方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到腰好了，好，到腰。是他吧 ，Leo？ 大腿上不下？是他吗？应该是吧。那我们站起来吧，前爸不用站，前爸不用。面对面对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！不可以不可以！准备好了吗 ，Leo？ 来喽！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，欢迎他！耶！我们一直想要找他前女友来，结果一直找不到，想说
工作人员就下台了。康熙。哎，可是你那边腿都是的。你是我们的工作人员。对，我是康熙的工作人员。我觉得廖仁帅现在已经完全放松了嘛，对不对 ？OK 吗？哈，来，我们到脚踝吧。这是。这个有可能是他吗？这比较像安心雅。安心雅。你确定是安心雅吗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，如果是安心雅的话，是很轻松的？就还好一点，大家都开心一点。那我们就要看是不是安心雅喽。来了。好好奇哦。你说安心雅的嘛，来啊。我觉得我腿好软啊，这么近距离哦。来了，怎样？你还弄拉好了？你有自己拉自己，我要看你。我想，我想要看你拉这条，拉这条。我想要看你的表情。拉这条，你退后一点啊！你往后拉嘛。我下拉。你不是说是安心要吗？那你怕什么？我拉喽。你拉，又不是我们的。赶快看，赶快看，赶快看。安心啊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好高兴见到你。你刚刚有感受到他很紧张。你还好吗？不太好。嗨，你好。还好不是你前女友啊。所以你想要见到安心雅，是因为你很喜欢她，就是女神，对。谢谢。可是你崇拜她到什么地步？是你愿意为她拍一个东西吗？还是很想未来有机会可以拍他的。把妹路数都是这样哎，对啊，就为人家弄个歌，拍人家一个东西。所以你如果真的答应了他，跟他合作了，就有一天也就落得跟前女友一样的下场。是没有这么想过，但是有想过说之后有 MV 可以找他试试看。你是讲真的还是场面话？没有，不是真的，真的真的，因为我看过他就是什么一镜到底的那种，就很厉害。那他如果真的跟你合作的话，他有跟你交往的可能吗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我之前有在那个 Facebook。就是他，因为他有给我那个他们做的那个品牌的衣服，然后我只要问他一些事情，然后他回我话就是让我觉得很夸张，就语无伦次。我怎样的？就是很语无伦次。他讲一些很不像样的话吗？没有吧。就是很冷场。哦，很冷场。对对对。想要制造笑料，可是不好笑。但是他自己又说，哎，怎么办？我好冷场哦，就是很紧张啊，什么什么。所以就是手足无措那种。对对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反应也太夸张了。没有，我没想到他会。自己那个回你，对，因为大家都是演艺圈的同事，应该要自己回啊啊。对，现在经历前女友那个东西，你再看到安心雅，是不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？我现在觉得我胸口那个石头又碎掉了 ，OK 的。那你觉得你那个帘子后面是不是没有人了？还有吧，你干嘛浪费那么多？在我身上不可能吧？康熙重金礼聘神秘嘉宾王凯蒂，精神尖叫。我们其实是放了一个人在凯蒂那个帘子。真的假的？不行，我太激动了，怎么可能？越来越。